一下，说你怎么看？说这个昨天王世坚您提到说他跟黄珊珊合体，那可能党禁，是觉得说需要用党禁来处理？没有，我是说，如果是黄珊珊开的一个大会，但事实上那个题目，我觉得媒体现在在问题目，请要稍微精确一点。他们是共同去参加别人的活动，那毫无像的其他的问题，那都属于个人的自由，我们都不反对。所以说，如果他表态挺黄珊珊，您才会觉得说需要用到党纪来？没有，那又不是我的一个权责跟判断了，嗨。部长王世坚今天去黄珊珊的场合，你怎么看？谁？王世坚。好。今天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今天我下午就到了哈，到了苗栗去哈，相关的一些活动哈。我想他们有各自的交情哈，那当然党有党的党纪哈，那交情归交情，然后想一切依规办理就是了哈。不知道你怎么看说？说昨天陈时中一度以为王世坚是特别跟你去同台，因此喊出说党有党纪这件事情，但他今天澄清这当初可能问题问错了。但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？会不会觉得王世坚很委屈？我觉得陈时中先生突然人设改变成为党主席了吗？我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要为了选举的时候然后故意要逼人家表态。我还是强调，朋友是永远的，选举是一时的。我希望选举的时候不要为难朋友。然后又参加了台北市十二个区的立法委员会，因为我很感恩他，所以呢，我站在台上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我们大家帮他加油打气，好，也帮助记住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他可以上选，耶！这是我私底下我私人的，我私人的。何里长他有讲到，就是说去年他儿子的事情，他说就是你跟柯市长很帮忙，然后他也讲到哭。里长其实就是他家发生事情，那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其实这非常的难过。那我们身为好朋友一定会在身边支持他，这个是不分颜色的，更没有所谓的政党的立场。我觉得回到人性的本身吧，台湾最珍贵的是人，但是碰到了选举就要硬把人给拆散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很不好的。那何里长本来就是重情重义的人，他对我而言就是我会当他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大家都是人，不是装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处的意识。何立辉里长是我当副市长的时候，他是里长联谊会的会长，他协助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工作。那我也觉得台北尤其是市政尤其是里长，我们其实做事情从来没有分过党派。那何立长今天成立大会，我们去给他祝福也是应该的。每个人都有朋友，不要做什么事情都是用颜色或者是把人家当成装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尊重人。安华南市民上甘苦上困难的时阵，疫情上艰苦的时阵，上支持咱黄珊珊。大家心头有数，咱黄珊珊大少大爷大姐，大家人，拢有阮必报，是不是？有。所以，支持谁，大家拢知影。咱各位可能是领导的大乡，头家人，欢迎大家好。咱华南市民上艰苦、上困难的时阵，疫情上艰苦的时阵，上支持咱黄珊珊。大家心头有数，咱黄珊珊大少大爷大姐，大家人，拢有阮必报，是不是？有。咱今把这财源，就是要给咱华南市民送出去。咱未来全部的华南市民，咱就是要甲创造规张大家。公共市民，阿廖不？好。
华南市长今天办这个抽奖活动，不要这个小这个小的，他身为一个小的抽奖活动，应该要有对不对？那他大他们两位的贵宾度量很大，对，他应该都要接受，要欢迎嘛，而不是说哦，他在分什么党派或者是说什么什么选举候选人，对啊，今天是邀请他们两家来看一下我们抽奖的活动嘛。让他参考，对啊对啊，理所当然的嘛，做人应该要不要这个小的这小的抽奖活动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两位都很度量很大，有问题吗？在市政府的市长等级的时候，他就稍微要不要做吉利。会长是挺黄富的吗？对啊，今天是邀请他回娘家来看一下我们抽奖的活动。让他参观，这应该理所当然的嘛。做人应该要输完呐，但是先讲以一个贵宾的身份，要先等下看这个活动办得好不好，啊，你有问题吗？超过百次吧，因为刚开始他们进驻的时候，先问要不要做。长官会到，等下下午的时候，陈时中跟长官也会来，会用一样的热情来接待吗？还是对黄富有比较特别支持？没有，都一样。好，谢谢。会长是挺黄富的吗？啊，会长挺黄富，挺会做事的人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黄富是会做事的人，每个人都会要看啊。谢谢。黄富是会做事的人，每个人都会要看。我们不同的政党属性，我是觉得这样了。黄珊珊现在是正在孤苦奋战的时候嘛，那不管怎么讲，我们为人处事后不能背弃好朋友，不能背弃好朋友。但是同时，我也是非常热烈的，我全力在支持陈时中部长参选市长。那因为我唯一能够贡献给陈时中市长的就是说我在地方的经营，那因为我就是在地人，我在大同出生，在中山长大，所以都是我的乡亲邻居同学好朋友。那我很高兴我们各大我过去参与过的这些同业都来了，这各界的好朋友，包括建筑界、钢铁界，那医师技术、医疗，还有最重要，我们过去有参与过一起民主改革的，台北科技大学、世新大学，好几个学校，校长、校友们都来。那我帮不上黄珊珊，至少我现在不能背弃他，所以我个人的这一票，就独独的这一票，我这感情跟理智还在挣扎之中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